你可认得高堂兵？认得，高刺猬是紫烟阁的客人。我查过紫烟阁账目，高堂兵每个月都会去三次紫烟阁，而且只见你。怎么？是高刺猬的俸禄不够，见不得我？在你没来南城之前，他从来不去紫烟阁。高堂兵。 是曹魏打入我内部的间谍，唤作助龙。一个间谍，每月如期三次去见同一个人。刘姑娘意味如何？徐大哥说的太过谨慎，余音不通。他临死前告诉我，你是他接头人。 我明白了，徐大哥之前所说的困惑，并非是指我结识了风草院和烈焰将军。你是觉得我刘莹利用了你，是吗？你是否觉得，自从武都城外你救了我之后的种种？ 我知道你虽知我为微谍，但你受伤并无证据，但也无妨。孰谓相争，你死我活，只能错杀，绝不错过。徐大哥若以为我是微谍。 我也累了，想歇口气了。